咁嘅笑容，一定已經好開心。我真係佢口覺得大口心口口下，咁點解咁犀利嘅？諗住好撚嬲，咁通常放都好叻，撳一撳咧佢就唔要。好，開波開波。睇緊深色嘅，係屌，未睇到我，佢攞佢左半身得住我，但係佢都話右邊咯。86，86，86，86，我86，加個俾佢咯。88咯，望下右邊。88。進一球啊！進一球。進第二球啊！目前一個追和，係啦，追和局勢啊。反勝。幾有 feel 咯，只可以講係三號三分中啊 ，Crazy Man 啊！分出嚟，再翻七號、三號，傳波嚟噶，啱有進攻，廿五個位，係，出兩分，23，啱啱好睇唔到咯，睇唔到啊，好老實同你講，睇唔到真係睇唔到。打過來，喂，冇咯，全部啫。12分3座。我淨係有風咯。望下先，嗰個係97啊，即係八。883分。呢個啊，十號。犯規，叉拳，滴滴滴，收皮了，要收皮了，收皮了。我出来，任两分中啊。3分炒，麻煩啲。哇！傻。22分炒23，22分23。咩？飆啊！俾人講，佢冇咁高啊！我先麻煩咩啊？23分23秒啊！阿陳宇有咁高咩？邊個啊？我麻煩啲，係個高度啊！你唔好講高度。麻煩都唔似，完全唔似喎。喂，師傅啊，我牽個靚仔咁多，你尊重得唔得啊？3號3分炒三號D。嗱，我只可以同你講，我識佢咁多年，佢唔係個基佬，因為
你錯啦，你錯啦，因為我讀男校，因為基佬佢瘦咗啦已經。哦。O K。可能佢上大學之後俾人咬彎咗。他媽的。車八卦。機味是一個不清楚是什麼，只可以說是其實不可能是，其實我是不會是承認這些事情發生的，可能承認是他喜歡你，三號三分不助攻，他一定屌你了，他一定是屌的啦，我不如聽到他一定是屌你的培姐說些假的東西幾唔尊重啊！真係，即係我哋唔可以評價一個人嘅衣著噶嘛。即係零號三分鐘助攻係中間孖板，即係佢最多係一個著衫唔識襯衫嘅人。佢都唔係佢襯基佬衫啊嘛，細哥。係啊，我好吸引基佬。啊屌！咁大隻都係著呢類㗎啦，大隻型男。哎呀，好驚啊！十秒，大隻型男。都大隻㗎，屌你有冇睇到佢除衫㗎？我 OK 啊 ，OK 啊，我琴日好撚大隻喎。大隻手臂。佢都背得大隻，係瘦嗰種。哦，差情啊！33啊？廿三啊？23啊？成日成日都寫呢，應該係粒乜撚嘢？瘦咯，哇咩？佢講係真係黐撚線啊咩？夾咧，唔係。因為誒男仔黑零三分炒三號D，唔係每個人都有。即係可能佢覺得咁樣潮啲咧，屌唔撚知啦，屌可能偷波啊，孖板啊，哇係十號啊，十號丟啊，屌我都喂真係好唔撚知道嘅。起數起數，嗰只好凍啊！我喺深圳㗎，咁我著冷衫添嘅，咁然之後咧，阿軒一嚟到啦，跟住咧我睇住佢好似佢係空間。在那格仔的長袖，我問過他，我知道哪件了，那件那件還好吧，他裡面有穿衣服吧，你有沒有想過，不然是吧，昨天看回那些片段，我不好意思，不如瞄了他，麻煩這一場第二節不放聲音，我是穿那些毛衣，三秒進攻，會不會是你虛咋？單純是九七三分炒三號 D 版，可能是想，可能佢啱啱先至食完女嚟啦，係掛七兩分炒公版兩分入，咁唔知可能想 show off 一下嘛？你每個你可能仲要俾翻你。喂，唔係喎，你咁樣諗喎，啲明星都係無端端上到台上面除衫噶啦，咦佢哋孖八兩分炒三 D， 唔係咁男仔其實冇乜所謂嘛，唔著上身衫都七兩分炒零 D。好啊，三號換人。只可以講係尊重咯，尊重啊！我就係問佢動唔動，我先仔好關心咗。動佢話動咁，你點啊？隨便收佢出嚟。咁樣係啊！我問緊嘅時候，我問佢你唔動啊？佢話我唔動啊，咁樣。我就望住一邊頭，我你唔動。黐撚線嘅，唉，黃標啊，黃標啊，屌！唉，黃標啦，唉，有啊。八卦台啊！屌，上呢個科之餘仲有八卦廳。其實唔係咯，因為有可靠消息嘅線報只係食個女嘅，係唔擔心呢個問題㗎啦，已經係。可靠線報係咪你啊？七三分鐘啊，助攻係三啊，係啊。你中意你，但你唔俾佢咪食女先。What the fuck man？ 三槍。
一定是冇可能嘅咁嘅事。我同我軒哥情同手足，係唔會有啲咁嘅事情發生過。哦，十秒啊，最尾嘅係啊，十秒。啊 ，U 一球啊 ，U 一球啊 ，U B U B。好，又插花。好，拉翻過嚟，起得三分，第二位先，試下。O K。A R 哇，十號 O 板。有。